55，驾驶出租汽车从繁忙拥堵的城市道路进入城乡结合部畅通道路时，驾驶员应该要做的，那当然是 B， 控制车速行驶，注意避让非机动车和行人。哎 ，A 说紧跟前车行驶，哎，咱们开车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。C 说加速行驶，哎，不靠谱，遇到低速车辆频频鸣喇叭，不文明。